哎，还真的是幼儿园。接任务喽，塔罗西。先带回去。有很小声的心跳，不知道什么鬼。没有毁灭。奇怪，它是没有移动吗？为什么我这边一直听得到心跳？我一直在吸收恐惧值。对，好像没有移动。还有心跳是很小很小的那种。他该不在发呆吗？应该是。他在，哦，是底点啊！他站在小学正前方，一动也不动。好哦，可以。这皮脸一定是在偷看小片片，看到忘记回来了。他就站在广场上一动也不动，超好笑。反正现在赶快修了。而且我这个距离刚好是吸得到恐惧的。不要烦他，赶紧洗澡。破万行窃的真正功能就在这里。去哪边都弄好了。对，我一个大门前有一个灯。我刚也是在哪？找到了，最快结束的一局。哇哦！对，超快，先开。去吧，我去那里另一边。哎，怕他等下出来。他动了，他动了，他动了。哎，这时候才动。他跑到我这边大门了，哇！为什么这时候才动？另一边的门是没有开的，开了，另一边的门开了。他这时候才动。撑不住，撑不住，撑不住。是进去啊！哎，怎么早会出面？因为我以为你跑过去了，等一下，我还完成一个音乐。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动起来？多谢，我要带宝灯。好，他突然面熟我了，哎，不对，他走掉了。哦，他面熟我，超尴尬，怎么办？他也没有拉锯，所以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。我不懂他到底意图是什么，就是想要被你砍啊！应该有看到李雅啦。是没怀表了，所以我如果围救，我们会直接两个倒。对，尼亚，对，尼亚在我旁边。其实他有看到尼亚，嗯，不懂他意思是什么，是想大家挂一轮。没有了，尼亚走。他这个样子根本没人敢救。你觉得我应该拔吗？不应该。好吧，我如果在死掉之前带着宝灯出去，应该分水会散在哪？那你先出去，拜托，拜托你先出去。我记得是这样，对。你如果先死，我再出去，你的分数就拿不到了。应该是这样啦。怎么这么尴尬的一局呢？我拿到一枚硬币。可以。你拿出去看一下你分数有没有，对，有没有40以上。
没有被皮脸发现，其实皮脸已经看见了。皮脸在手持啊，因为皮亚在旁边啊，他看到。因为尼亚蹲在地道旁边。哦。这下居然没拿灯笼。哎，我在转呢。早去找大门啊，这家伙。这两个人是在搞笑。没有灯。这两个人。哎。一直在跳舞。好吧。哎，你点数有多少？完全没有，还在加载中。好。嗯，没在看吧？啊，不是我屁股哎，不行哎，没有哎，他现在还在加载。完了，他被逮到了。嘿嘿。恭喜发财！你是一出去就已经看到那个？进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看到。我加45分，已经赚到一枚硬币了。这局怎么这么尴尬？